四大爷送礼，奢华大气，果子狸送礼，情意绵绵。到皇后送礼，不是讽刺就是带毒。看完《甄嬛传》中皇后的礼物清单，你还敢进后宫吗？第一件牡丹卷，简秋啊，把那点牡丹卷给华妃。谁能想到皇后随手送给华妃的点心里头都大有文章呢？牡丹是花中之王，代表皇后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地位，是皇后最喜欢的花。那时四大爷刚登基，华妃势大，不把她这个皇后放在眼里。在那么多盘点心中，皇后偏偏挑中了牡丹卷这盘，可以显示皇后身份的点心，很明显是在暗示华妃，本宫不死，尔等终究是妃，你再得宠，本宫都是皇后，注意你的身份。看出了皇后的意思，华妃满脸嫌弃，转头就暗示宋芝故意把这盆牡丹卷给砸了。皇后娘娘恕罪，皇后娘娘恕罪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牡丹如何，皇后又如何，仗着家世和宠爱，华妃压根儿不吃皇后宣誓主权的这一套。一时间皇后脸色难看，不过皇后就是皇后，她马上又利用福子成功扳回了一局。内务府新挑来的丫头叫福子，本宫看她机灵，便拨给你使唤吧。言下之意就是说，你的丫鬟连个盘子都端不稳，本宫就赏你个丫鬟膈应你。华妃再不乐意，也只能憋屈的带人回宫了。皇后这一招高啊。第二件桂花，禀小主，这是新贡的金桂，皇后娘娘特意嘱咐的，岁雨轩里多种些桂花，以示新贵入主，后宫吉庆呢。是是，嬛嬛出入宫时，皇后送给嬛嬛子的桂花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当时皇后抬举嬛嬛子，抬举得太明显，华妃这醋劲儿一上头，直接把嬛嬛子原本要住的承乾宫改成了又偏又小又远的岁玉轩了。从前方贵人住的岁玉轩，地方倒还干净雅致，就是偏了点，远了点，小了点。皇后仔细一想也好，毕竟碎玉轩的海棠树下还埋着大块的麝香仁呢。甄嬛长得那么像纯元，入宫后是肯定要得宠的，到时候万一甄嬛怀孕生下皇子，一定会威胁皇后的地位。华妃让嬛嬛子住碎玉轩，刚好能让甄嬛避免怀孕，也省得自己再接堕了么订单，一举两得。只是那么大块的麝香仁有这么重的味儿，怎么办？婉成再是皇上中意的人，既然那个地方很冷僻，就送些桂花过去，帮他添添贵气吧。皇后当即决定送嬛嬛子桂花，桂花香气浓郁，足够掩盖住麝香的气味。要不是嬛嬛子走运，通过蚂蚁行走的路线，无意间挖出了海棠树下的麝香，没准儿就真中招了。皇后前妻虽然坏得很隐秘，但光看她送的礼物就知道她本人是个多阴毒的人了。第三件红麝香珠，这个是外国进贡的红玉珠链，本宫瞧着它颜色年轻喜新，四几代怕是厌了，倒是给齐嫔很适合。谢谢皇后娘娘。这件礼物应该是皇后的礼物清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了。甄嬛离宫后，整个后宫都成了皇后的天下，平日里有瓜六和安小鸟替她分宠，皇后膝下还有从齐妃那儿抢来的三阿哥，基本可以说是高枕无忧。可皇后还是担心，如果瓜六怀孕影响到三阿哥咋办？安小鸟天天喝着避子药，皇后用着放心，只有瓜六皇后觉得棘手。瓜六有家世撑腰，明面上是绝对不肯喝避子汤的，所以这时候红麝香珠出场了。这红玉珠真是好香啊，想必是上好的奇香呢。深知瓜六爱显摆的心理，皇后笃定红麝香珠赏了他，瓜六必定会经常带。于是乎就像嬛嬛说的那样，那是红麝香珠，那麝香珠是取雄麝的麝香做的，用久了损伤肌理，便再也生不出孩子了。瓜六自以为这串红玉珠是皇后对他的恩宠，十天有八天都带着，殊不知他已经是暗戳戳的被皇后给算计了。第四件羊脂玲珑玉璧，随着甄嬛生下一对龙凤胎，逐渐在后宫站稳脚跟，皇后一党的势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之前皇后不知道甄嬛怀了双胎，妄图通过后宫的流言给甄嬛上眼药。宫中人人说熹妃的龙胎跟别人不一样，肚子略微大了一些，皇嗣一世
略微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。结果被四大爷这个知情者当场给怼了回去。这事儿一直到嬛嬛平安生产，四大爷都还记挂着，话里话外都是对皇后的各种不满。皇后从前也是担得起贤德二字的，如今也是耳根子软了，不知是否是岁数大了的缘故。可皇后是真高明啊，四大爷嫌弃她都嫌弃成这样了，皇后还是只用了一招就力挽狂澜了。熹贵妃诞下这两个婴孩之后，臣妾也没有旁的东西可以赠送，倒是从前姐姐在时有几块上好的羊脂玉给了臣妾，臣妾已叫工匠连夜赶工，制成了一双玲珑玉璧给两个孩子保平安用。这已经是皇后第 N 次利用纯元皇后的情分在四大爷面前刷存在感了。不得不说，纯元皇后是皇后最强有力的一张底牌，每当皇后到了山穷水尽之际，只要搬出纯元皇后，原本岌岌可危的形势就会立马峰回路转。论白月光对一个人的影响力，纯元之余四大爷就是最鲜活的例子。你瞧瞧，纯元皇后的羊脂玉一出马，一来可以膈应甄嬛，暗讽她如今的盛宠不过是靠这张酷似纯元的脸，二来可以提醒四大爷甄嬛再好都没有她的姐姐纯元好，四大爷再怎么说都应该看着姐姐的面上宽容她几分。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，姐姐俩字一出口，嬛嬛脸上的笑容立马变淡，而四大爷的态度却瞬间变得柔和，说她的东西自然是极好的，给孩子用也好。天哪，宫斗还得是你呀、啊、皇后。第五件熹姬丸。熹姬丸拿去给安嫔了吗？安嫔看见二话不说就用了。好家伙，熹姬丸书横交，欢宜香这几样东西够凑成后宫绝育三件套了。安琪拉战队内讧，自己人坑自己人，瓜六毒坏了安小鸟的嗓子，让安小鸟不能再凭那张酷似纯元皇后的嗓子争宠，可真是够狠的。没了才艺傍身，又被青天剑举报心宿不祥，安小鸟不幸失宠，连甄嫔康常在这种小角色都敢给他脸色看了。还是皇后说的对，一个人只有到了绝境才懂得反抗，才懂得义无反顾。安小鸟如果想靠冰上起舞来争宠，就必须用这熹姬丸，既能让安小鸟不孕，又能让自己人争宠的好东西。皇后不出手则已，一旦出手就又是一箭双雕。可以说皇后送出去的礼物几乎从不失手，每一件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。这心机这谋算也难怪全剧能和甄嬛硬刚到最后的人只剩下他了。